有没有被骂？坐下，你不赶快坐下，你就不要出去了。不要出去了。哎，那我就出去了，我就跟妈妈出去了。我就跟妈妈出去了。那你要这样吗？婆婆跟妈妈出去，弟弟不要出去。对。对。对哦。还是你要好好吃饭，跟妈妈出去。好。